我肯定跟我朋友去啊，我朋友留学生，他之前就是在法国留学的。我他妈自己去，光是英文，你英文那么差，怎么交流啊？酒店1300，大差不差。主要是你看两个人住个双人房，对吧？两个人住个双人房3000，平摊下来，我去，那还可以，不至于说特别贵。机票确实，我看了机票5000多还是4000多，我看了之前我看了飞法国的，因为我们是直接从成都飞法国，之前就看好票了，本来是1月17号去的，结果后面因为我签证没搞，然后又有点事，然后签证没搞，然后就去了马来西亚。不是说马来西亚去的也挺值的，那边我们4个人玩了7天，大概的消费就是在2万多一点，不止7天，包来回机票大概就2万多一点，这还是涨价后的物价，它不涨价的话我估计2万以内，4个人玩7天，平摊下来人均5-6千。我在国内旅游，我他妈上次去青岛，上次去青岛花的都不止这么点，上次去青岛两个人都花了好多。反正国内怎么讲呢，国内有时候有些地方他到那个节假日的消费是真的高，三亚更不用说，但三亚比你去马来西亚还贵，比你出国还贵。为什么飞国外旅游？因为他国外就像东南亚国家它确实便宜啊，东南亚国家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它东南亚国家确实便宜不贵。你在国内你节假日你去三亚你看看贵不贵，你前几天不是三亚回来的一张机票10几万吗？那他喵的，我说实话我对三亚一点兴趣没有，我看海我直接飞马来西亚。欧美贵，那你肯定没去过呀，你没去过不想去看一下对吧？去过了就不想了呀。但我觉得如果说马来西亚让我去的话，我会去第二次，因为那地方消费确实不高，而且他那边的饮食很合我胃口，他那边的饮食有点像广东那边的你知道吧，广东跟那个福建那边的结合起来的，那边有1/4的人是华人，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就祖先是中国人，然后他们是说有一大半的人是听得懂中文的，过去其实就说白了都沟通都很简单，最烧的他可以用支付宝，他可以用支付宝付钱，用国内支付宝付钱。我那会儿带了卡，但我那个卡没用，我那个卡刷不出来。跳，穿过小兵。哇，这没 Q 到他，谁他妈去日本啊？我不去日本，日本那小破地方都没我们一个省大，那我还不如在省里玩。我真感觉如果我有那个闲钱去日本，那么消费又高，过去去趟东京，我为什么我不直接去北京跟上海呢？那我有那个钱去日本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飞欧洲呢？我去日本干嘛？我这说也没道理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地方那我说难听的那破文化我真的一点兴趣不敢，就那些东西我就完全提不起兴趣你知道吧。我真感觉没啥，我也看了他们的那些测评视频跟旅游视频，我觉得日本是真的没啥意思，但很多人喜欢吹那没办法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只能这样说。哎，你在装什么呀？装什么呀？你们两个，东南亚的话，我泰国没去过。我东南亚，哎，上次忘记了，上次应该连着新加坡一起去的，去了马来西亚直接转新加坡也可以，但我感觉新加坡也是，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。
没事，撞两个，闷躲。哎，我靠！直接出叶子风刃吧，这个人就抓我。真敢飞呀！哎，不好玩这个号，排的都这么恶心人的东西。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最想去的，我想去欧美，去那边看看。买来物价真不高，再是它涨了，以前机票300块一张，现在600块，以前300块一张是真他喵便宜，不知道是后面涨起来了，去的人多了涨起来了。梦魇窟窿马是三角杀，马是天雷破，跑啊！看你们能跑不？傻小子，你队友直接给卖了！一群傻小子，非得跟我皮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马来物价真不贵，你看你去哪里吃咯。我去，山这么高，那地方的物价贵，开玩笑呢兄弟。人均你玩一个礼拜，人均也就5-6千，而且可以吃好住好玩好。韩国感觉没啥，就韩国跟日本这两个，就我真感觉没啥好玩的，你知道吧。梦影空 Q， 就看这个细节。梦影再接空的 Q， 保龄球一脚踢打断他，直接顺秒。让你恶心我，选位，你看你选位，你能快乐起来不？头不给你打烂，这叶子风的一出，你懵不懵啊？还想锤我？啊，打这个都没什么伤害。接受制裁吧！这个号好无聊，他选择这种太恶心了。
播到早上八点下播，出个贴贴放玩玩吧，不出没有灵魂啊。买了五六怎么不行呢？这还是包的机票在内的，你搞了什么高消费？五六千不行，人均五六千够了，除非是搞了什么高消费。你要住什么那种水岛，那他妈肯定消费高，一晚上一个人头就1800一晚，你直接跳导游，跳导游才180一趟，我那会四个人去跳导游基本上不会超过200块，就包就有那种船，你跟着那个船一起出去。打断一下自己，我打护盾。让他打我，我一空啊！呼走，放不出他。你只要就是说去那个仙本那玩跳岛游就行了，你不要去那种岛上住，其实那个岛上住好贵，他1800一个人，你两个人他是按人头算的，他那个勾巴水屋按人头算的，你知道吧？一间屋两张床，他就是你一个人他收你1800，两个人他就要收你3600一晚，那他喵肯定贵啊。但问题是我去的话，我直接就不住那破水屋，那水屋没什么好住的，夏天又好热，然后那个水屋其实说实话真没啥，跳岛游还能看到好多，你水屋只能看一个景色。是按人头算，就是按人头算的。那几个度假村我感觉不太行，那个水质看的我都感觉不咋地，主要是贵呀、啊。